房车之旅总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Rickory 瀑布，这是安大略省公园。这条河叫法国河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游客信息中心来到瀑布这里是1.5公里，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。啊，路呢主要是石头啊、树根啊，不是太好走，山不是太高。现在我回去的时候就录一下，让你看看我们来这个路。来这个路上呢，是要穿过树林，但树林里边蚊子多。看这蓝的标志吧，这个就是指路的标志，只要沿着这个指路的标志走，就不会迷路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小心小心，跟喝醉的一样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这就是指路牌，往这个方向走。我依然这条路上有两处小桥，这个桥都有点烂。加拿大也好，美国也好，省公园、州公园、国家公园基本上都是自然的、天然形成的，人工的很少。哎，我们终于走出了森林，据说里面有熊、有蛇，倒是没看见，倒是被蚊子穷追猛叮啊，全身上下都是包了。好了，这个景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